別に僕は引くつもりも退くつもりもなくて、むしろその競技の場所から降りたという気持ちも全くなくて、これから新しいステージに進むんだって、これからやっとアマチュアっていうところからプロっていう段に上るんだっていうイメージで。起来，这几年的职场上有一句话叫“辞职使人容光焕发”，让无数社畜深感赞同。没想到这句话现在也应验在了刚刚退出日本国家队、从竞技运动员转为职业运动员的羽生结弦身上。正式开启了自己花滑人生第二篇章的羽生结弦，开始被日本媒体密集地安排做特别节目。やっぱり4回転半を決めたいという気持ちだけで、まずは、平昌オリンピックの後にスケートを、競技としてやることを決意しました。その中でなかなか足首の怪我が思わしくなかったり、練習できなかったり、そういう期間を経てやっぱりアクセルがなかなか跳べ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ね。やっぱり4回転半というものの難しさというものを痛感しながら、毎シーズンやっていきました。頑張っていきますので、どうか羽生結弦を楽しみにしてやってくださ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从这个周末开始，冰迷们就将迎来异常忙碌的补档的两天。而今晚的节目预告刚一放出，就被冰迷们发现，这怎么才脱离职场两天，羽生结弦就又美出了新高度呢？整个人就是神清气爽，容光焕发，加之27岁的成熟风韵和美好身体，有了合体西装的加持，真是一番好身材。可能又加上一起参加节目的都是修造叔、猴爹这些亲友们，所以神色更加轻松。往回看时，大家更意识到，其实就是7月19号的发布会上，转身迈向新征程的羽生结弦，就已经展现出了和自己即将踏上的新人生一样新高度的颜值了。虽然人们总是感叹羽生结弦的冻龄美颜，说在他身上常常看不出年龄，27岁的现场和23岁的平昌连霸之后，甚至更早一些刚刚去加拿大外训时的模样没什么区别，但仔细体会，岁月还是给他带来了更美好的装饰。过往种种的风雨经历没有磨去他的棱角，反而给予他更深沉的气度。你看，即便是在7月19号当天连夜接受数家电视台的直播专访，直到深夜，羽生结弦的脸上也不见倦色，反而只有轻松和期许。所以总是要又一次感慨，即使远离职场 PUA， 自由的展翅高飞真的是太好了。话说羽生结弦的不再现役，转为职场转化选手的好处之一，就在于他有了更多以更轻松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机会。在朝日电视台最新的对谈节目中，羽生结弦就回答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粉丝们的25000多条问题中的一部分。虽然只是回答了问题中的一少部分，但对于粉丝们来说已经有了过节的感觉。而且很多粉丝们疑惑已久的问题，这次就由羽生结弦自己亲自揭开了谜底。就比如这个，2020年底开始，羽生结弦为什么换熊了？2020年，羽生结弦在参加了年初韩国的四大洲锦标赛之后，因为疫情原因退掉了当年的大奖赛系列赛，再也没有回到加拿大蟋蟀俱乐部的训练地，而是一直留在家乡冰场训练。再次出现在赛场上时，就已经是年底的全日锦标赛。结果一出现就被媒体记者发现变化，他的铺换了，不再是此前一直被他抱在怀里、捧在手心中、压在 iPad 下的那两只老板铺，而是换成了后来新出的柚子铺铺，而且还在这次全日锦标赛上和新的柚子铺上演了一出特别腻乎的新番。那之后2021年的全年比赛，羽生结弦也一直带着这只柚子铺四处征战。北京冬奥时因版权问题虽然无法带铺，但却带了一只红黄编织纸巾盒，被视作是铺桑的替身，陪伴在他左右。
那么那只原本陪着少主打下花滑江山的老扑到底身在何处呢？扑桑在多伦多看家呢，当时因为疫情紧急回到日本，所以新带了个伙伴，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好像移情别恋的感觉呢。我也想尽快把本尊接回来，今后也想一直和他在一起。原来如此呀，想来这个理由也是被很多人猜到了。不过这么多年陪在羽生结弦身边的这位老扑默默承受了太多，想来也是该好好休息了呢。毕竟虽然在羽生结弦的身边备受宠爱，但也承受了很多的超重的爱，短短的四肢也承担了太多不该做的动作的要求，更承担了比如担任支架、储物空间等诸般大任。当然更多的还有这个，为了主人安心上场，扑桑若干次牺牲了自己的脸。说起来，羽生结弦此前在赛场上的仪式动作中不能少的就是这个，在上场前一定要捏一捏扑桑的脸。对于他来说，扑桑是教练不在场边时的无声的教练。他也解释说，因为上场前想要手上有点触感，又没有可以握的教练的手时，就要去捏一捏扑桑的脸。毕竟扑就是扑桑教练呀，可是总是这样，扑桑不会有意见吗？昨晚的采访中大家也问及了，那扑桑要是会说话时会怎么说呢？会说脸疼吧。看来羽生结弦也什么都懂呀，那就快想办法开一个任意门，把辛苦的扑桑原配从加拿大接回来。